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这期继续分享《荒岛》第六十四集。我看着李大嘴骂道：“你小子就是笨，吃亏！老子吃他妈的什么亏？这他妈的叫小投资大收益，你小子懂个毛！”李大嘴被我彻底给骂晕了。他看着我问道：“小投资大收益，总您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在下洼村花的钱可是比交过路费还要多，这怎么叫小投资？还有，您说的收益，那些收益在哪？我看着李大嘴说道：“下洼村的村民来我们这里捣乱，他们肯定都想从咱们工地上捞点油水。我们在他们村盖小学和修公路，一来我们是做了好事，二来这叫收买人心，下洼村的村民都会感激我们的。” 而且我们这样一做，鼎盛地产的口碑就传出去了。江州这里的人都会认为我们鼎盛地产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是一个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心的企业。我们鼎盛地产以前一直无闻，学区房是鼎盛地产的第一个大工程。江州这里的人如果都口口相传我们鼎盛地产，那就等于是替咱们的学区房打了一波免费的广告。 这他妈的得替咱们省多少广告费！咱们鼎盛地产有了好的口碑，以后在江州这里办什么事情也都会方便很多。再说了，咱们还要在这里搞三期学区房，以后跟那些村民打交道的时候就多了。这次看起来虽然花了点钱，但是一次性就搞定了那些村民，这笔钱算起来花的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那些村民去咱们工地上干活也是按劳取酬，这样等于把那些村民跟咱们工地绑到了一起。万一工地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些村民也会站出来帮助咱们的。李大嘴听了我的话，他把烟头朝地上一扔，他用脚在烟头上狠狠的踩了两脚。他看着我说道：“总高，您实在是太高了，我李大嘴彻底的服了。” 我看着李大嘴说道：“你小子别他妈的拍马屁，丁大富那小子人挺实在的。他明天如果到工地上的话，你好好跟他合作，你俩可别又搞出什么事来。”李大嘴听了我的话，他看着我说道：“总，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跟丁大富发生什么冲突的。”我想了一下，看着李大嘴又交代道：“对了，明天你就从这边抽点人，先去下洼村测量一下。” 把他们村里道路的设计方案和小学的设计方案先搞出来，剩下的事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需要签什么文件的话，你回头把那些文件带到公司去就行。李大嘴看着我应道：“没问题，这些都是小事，总您就不用再操心了，这些事我自己就能搞定。”我拍了拍李大嘴的肩膀：“李大嘴，那工地这边就辛苦你了。我还有点事。” 得出去一趟，李大嘴看着我说道：“总，您要有事您就去忙吧，我先回去了。”我也没跟李大嘴客套，我直接朝迷你车走去。我钻进了迷你车，然后方向盘一打，我把车头一掉，直接就朝江州市里开去。我一边开车一边琢磨，丁大富已经被我给搞定，下洼村那边的村民肯定不会再搞什么事情了。 下一步估计蛇皮那家伙要亲自出马去我们工地那边搞事。蛇皮怎么说也算是江州这里的大哥，所以我得去找曹天猛一趟。我要当面问问曹天猛，蛇皮这事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曹天猛那家伙说蛇皮这事跟他无关，那我就直接放开手脚搞蛇皮。要是曹天猛说这事跟他有关系，那我不介意把曹天猛一块收拾了。 自从我来江州之后，曹天猛那家伙一直在我面前阳奉阴违。我想收拾曹天猛，却一直抓不到他的把柄。有时候，江湖上的事情一定要师出有名，要不然的话，很容易把自己的名声给搞臭，那样下面的弟兄们也不会服你。所以，我要是搞曹天猛的话，就一定要抓到他的把柄，才能搞他。我一边想着。 一边轰着油门就朝天猛担保公司而去。我开着车直接进了地下车库，然后我坐电梯就上了天猛担保公司。天猛担保公司的前台小姐看到我，问道：“先生，您找谁？”我看了那个小姐一眼，我找曹天猛。先生，您有没有预约？我扫了那个小姐一眼，你不认识我，我是曹天猛的朋友，我找他有急事。 我说完就不打算再跟那个小姐废话了，我直接抬脚就要往担保公司里面走。那个小姐看着我尖叫道：“保安，保安，快来，这里有个人要找曹总的麻烦！”那个小姐一叫，马上就从担保公司里面传来一阵快速的脚步声，接着十来个大汉从办公区那边冲了出来。那些大汉站在那里喊道：“谁呀？” 谁他妈的敢来天猛担保公司捣乱？哪个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敢来找曹总的麻烦？我朝那些人看去，只见带头的那个家伙胖乎乎的，他脸上的肥肉都在那里一颤一颤的。我看着那个胖子，冷冷的说道：“大胖，曹天猛在不在？”大胖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他急忙看着我，恭敬的说道：“先生，原来是您啊，不好意思。” 前台的工作人员不认识您，大胖扫了他身边的那些打手一眼，都他妈一个个愣在这干嘛呢？都该干嘛干嘛去。那些打手听了大胖的话，都急忙转身朝附近的办公室走去。没一会，那些打手就都不见了。大胖站在那里朝我笑了笑：“先生，您别介意，他妈都是信赖的，不认识您。这样，我带您去曹先生的办公室。” 大胖转身就朝曹天猛的办公室走去，我跟在大胖的身后。我心中暗道：“他妈的，老子等会就给曹天猛来个开门见山，说我收到消息，学区房这事就是曹天猛指使的。我倒要看看曹天猛这小子等会怎么办。”大胖走到了曹天猛的办公室那里，他敲了敲门。曹天猛在里面应道：“谁呀、啊？”大胖站在门口低声说道：“猛哥。” 先生来了，他找您有急事。办公室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曹天猛直接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他拉开办公室的大门，看着我，哈哈大笑道：“先生，今天是什么风，怎么把您给吹来了？咱们可是有段日子没见面了。”我看着曹天猛，冷冷地说道：“恐怕是有些人不敢见我吧。”曹天猛听了我的话，他站在那里一呆，他看着我，哈哈大笑道：“没想到。” 先生还这么风趣，里面请，里面请。曹天猛站在那里看着大胖说道：“大胖，你小子还不赶紧去给先生泡茶，用我最好的极品乌龙。”大胖应了一声，他把办公室的大门给关上了，接着他转身就去泡茶了。我走过去坐到了办公室的沙发上，曹天猛从办公桌上拿出一盒雪茄，他把雪茄送到了我的面前。 先生，这是我朋友从古巴哈瓦那带回来的雪茄，您要不要来一根？我看着曹天猛摆了一下手，那东西味道太冲了，我吸不惯。再说了，我怕你的雪茄里有毒。曹天猛听了我的话，他站在那里愣了一下，他的脸上跳过一丝怒气，不过他强忍着把怒气咽了下去。他看着我笑呵呵的问道：“先生，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谗言？”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所以您才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气，先生。之前的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我最近一直在天猛担保公司里面待着，根本没有出去搞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是谁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但是我曹天猛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先生的事情。曹天猛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坚定，他双眼看着我。 他的眼神里竟然没有一丝的慌张，我看着曹天猛的样子，心中暗道：麻痹的，曹天猛这样的老江湖早就水火不侵了。他们的眼神根本就表达不了他们的内心。像他这样的大哥，说谎话都不带眨眼睛的，他的话我绝对不能信。曹天猛，你不是喜欢说谎话骗老子吗？老子今天也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看着曹天猛，冷冷地喝道：“曹天猛，你小子到现在还在跟我装蒜？别人都告诉我了，学区房工地的事就是你搞的鬼。”曹天猛听了我的话，他当时站在那里静一静，他的脸上跳过一丝惊慌的表情，不过那丝惊慌的表情眨眼就没了。曹天猛顺手从雪茄盒里拿出一根雪茄，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黄先生，我最近一直在公司忙。” 您稍微等一下，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您说的什么工地上的事情，我不太清楚。曹天猛用雪茄夹子夹了一下雪茄，他拉长了脸看着大胖问道：“大胖，学区房到底是怎么回事？”大胖站在那里看着曹天猛，急忙说道：“猛哥，最近您一直在担保公司，黄先生的学区房有人闹事，我一直想告诉您的，可是您最近太忙了。” 我后来把这事又给忘了。曹天猛听了大胖的话，他直接一脚就踹到了大胖的肚子上。他看着大胖骂道：“大胖，你小子他妈的到底还想不想在公司干了？黄先生工地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告诉我！”大胖被曹天猛一踹，他的身子朝后连续退了几步。他看着曹天猛，急忙解释道：“猛哥，您听我解释。” 这事确实怪我。曹天猛一张脸拉的老长，他看着大胖骂道：“少他妈的给我解释！这个月薪水扣一半，还有，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去黄先生的工地上搞事？”大胖站在那里看着曹天猛，如实禀告道：“猛哥，是蛇皮那小子。我听说蛇皮最近跟下洼村的丁大富走得很近，没多久。” 丁大富就带着那些村民去黄先生的工地上捣乱了。曹天猛听了大胖的话，他满脸惊讶，麻痹的，竟然是蛇皮这小子！上次我喊蛇皮这小子来开会，他就说他人在魔都。这小子的胆子也太大了，他竟然敢骑到了黄先生的头上！曹天猛转身看着我，不停的诉苦：“黄先生，您工地上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我岁数大了。” 身手也不行了，下面的兄弟们都安逸惯了，也不想出去打打杀杀的，所以那些大哥们也都不听我的了。蛇皮他们几个，我有时候跟他们说话，他们也都是阳奉阴违，有些事我说了也不好使啊。我坐在那里看着曹天猛，冷冷地说道：“曹天猛，这是真跟你没什么关系。黄先生，这是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曹天猛站在那里看着我说道：“我知道您不相信我，我现在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看着曹天猛，淡淡的说道：“曹天猛，这事跟你没关系就行，剩下的事我自己来处理。”他妈的，我看蛇皮那小子是活的不耐烦了，他是想让我把他身上的皮给扒下来。曹天猛听了我的话，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笑道：“那是。” 黄先生的功夫那绝对是江州第一。他妈的，蛇皮那小子不长眼，该他小子倒霉。我看着曹天猛说道：“行了，那你忙吧，我先走了。”曹天猛看着我说道：“黄先生，那我送送您。”我站起身就走出了曹天猛的办公室。曹天猛在后面紧紧的跟着我。没一会，我们就走到了电梯那里。我看着曹天猛淡淡的说道。 天猛，那你就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曹天猛站在那里笑道：“黄先生，那您慢走。”我朝曹天猛摆了一下手，然后走进了电梯。电梯很快就到了地库，我开着车就回家了。那一天，工地那边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早上，我到了公司之后，就给李大嘴打了个电话。李大嘴在电话里说。 他正跟丁大富在那里商量事情呢。丁大富已经带了几十个村民，准备进工地干活了。我没跟李大嘴说那么多，我叮嘱李大嘴一定要和丁大富搞好关系。李大嘴在电话那头不停地应着，他说：“这事我放心就行了。”我挂了电话，点上一根白沙，在那里琢磨了起来。昨天我刚去过曹天猛的办公室。 曹天猛那家伙肯定把这事告诉了蛇皮。虽然曹天猛昨天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但是我敢肯定，曹天猛这家伙也参与了学区房工地的事情。只不过曹天猛这家伙隐藏的比较深，老子抓不到他的把柄就很难搞他。我坐在那里越想越不对劲，他妈的，蛇皮这小子肯定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也许这小子今天就会带人去工地那边搞事情，老子还是去工地那边瞧瞧吧。反正这也快到中午了，正好等会去丁大富家吃碗鸡蛋捞面。大富那小子做的鸡蛋捞面味道还真不错。我起身就出了办公室，接着我到了楼下，然后钻进了迷你车里。我开着迷你车就朝学区房的工地而去。一路上，我车子开得飞快。 我快到夏洼村的时候，就看到夏洼村的村口站了黑压压的一片人。我看着那群人，心中暗道：“他妈的，蛇皮这小子没有去搞工地，他竟然直接来搞丁大富了！”我急忙把车停到了一旁，然后就快步的朝夏洼村那里走去。只见夏洼村的村口那里站了两帮人，那些村民手里都拿着家伙守在村口。 另一帮人则拿着家伙站在村口外面的公路上，两帮人都在那里对峙着，谁也不敢先朝对方冲去。我朝站在村口的那帮人看去，只见领头的家伙是个卷毛，他的头发像是自来卷。我看着那个家伙，心中暗道：估计这小子就是蛇皮了。这时候，站在村口的丁大富看着卷毛喊道：“蛇皮，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很明白了。” 黄先生对我们下洼村不错，我不能做对不起黄先生的事情。你就带着你的那些兄弟回去吧。蛇皮站在那里看着丁大富喊道：“丁大富，你小子别他妈的不识抬举！老子这是带你去发财，你也不想想，你跟着姓黄的能有什么前途？你也知道我后面的靠山是谁，那可是江州徐家。徐家在江州这里经营了多少年？” 徐家在江州这里有多少人脉，你不比我还清楚？你可想好了，姓黄的那个小子可是外来户，他在江州这里的势力根本就没法跟徐家比。丁大富看着蛇皮说道：“蛇皮，你别再说那么多了。我觉得黄先生人不错，他替我们村办了不少的好事，我愿意跟着他。你就带着你的人回去吧，你说再多的废话也没有用。” 我已经答应以后都跟黄先生混了。蛇皮听了丁大富的话，他站在那里恼怒道：“丁大富，你小子他妈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带这么多兄弟，你以为是过来跟你玩过家家的？好，既然你们不愿意帮老子，那老子就先收拾了你们这帮乡巴佬，然后再去找姓黄的麻烦。”我慢慢的朝村口走去，我站在那里大声的说道。 你不用去找姓黄的麻烦了。姓黄的来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有些生气，我自然而然的就用上了我按进初级的内力。我那声音当时就震得蛇皮的那些手下耳朵疼疼的。我站在那里冷冷的扫了蛇皮一眼：“你就是蛇皮。”蛇皮站在那里看着我狞笑了一下：“没错，老子就是蛇皮，你就是那个什么黄石。” 老子已经把你的底给摸清楚了。我听说你在江海县那边做了一些事情。老子现在就告诉你，这里不是江海县，这里是江州。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卧着。因为这里是我的地盘，老子是这里的地头蛇。我揉了揉鼻子，看着蛇皮冷冷地笑道：“蛇皮，你小子傻呀？你他妈的真以为江州这里是你说了算吗？” 你小子不走运，惹到了我。等会我不光要把你的蛇皮给扒下来，老子还要把你的人皮也给扒下来。蛇皮听了我的话，他站在那里恼怒地喊道：“弟兄们，给我上！让这个外来户知道咱们江州人的厉害！”蛇皮这一喊，他的那些手下拿着家伙就准备朝我冲过来。丁大富在那里一看，他当时就急了，他站在那里大喊道：“乡亲们！” 黄先生可是咱们村的大恩人，咱们可不能让黄先生吃亏。咱们去救黄先生！那些村民听了丁大富的话，他们也都站在那里，纷纷叫嚷了起来：“冲！咱们去救黄先生！这帮孙子竟然敢在咱们村口打黄先生，那是跟咱们下洼村的人过不去！他奶奶的老子早看这帮混子不顺眼了，干他娘的！我还等着把我家老二送到黄先生的希望小学呢！” 他妈的，黄先生要是受伤了的话，那希望小学不就黄了？干这帮混子！两帮人眼看站在那里就要动手了，只听远处传来一阵警笛声。蛇皮身后的一个小弟看着蛇皮，急忙说道：“大哥，有条子。”蛇皮看着身边的那些人，他把手朝附近的面包车一指：“你们都他妈的别愣着了，赶快把家伙都收起来。” 蛇皮身后的那些手下听了蛇皮的话，他们都急忙把家伙放到了那辆面包车上。接着，一个小弟钻进了面包车里，那个小弟开着面包车就快速的离开了这里。丁大富站在那里看了那些村民一眼：“你们也把家伙都放到村里去。”那些村民应了一声，有些人转身拿着家伙就朝村里快速的跑去。那些村民刚走。 好几辆警车就呼啸着停到了附近的公路那里，接着从那几辆车上跳下来了好几个警察。那些警察站在那里看着蛇皮他们那帮人，喝道：“你们这些人站在这里干嘛？听说有流氓在这里寻衅滋事，是不是你们这帮人在这里寻衅滋事？”蛇皮站在那里看了看那些警察，他看着警察笑了笑：“警官同志，你们可不要乱说话啊。”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我们这些人只是觉得这里的风景不错，所以下来看看风景，晒晒太阳而已。寻衅滋事，我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带头的一个警察看了蛇皮一眼：“蛇皮，你别跟我装洋蒜，我可是认识你。你没在这里惹事就算了，你赶快带着你的手下离开这里吧。”蛇皮听了那个警察的话，他看了那个警察一眼。 他朝身后的那些手下挥了一下手，弟兄们，我们走。那些小弟都纷纷钻进了附近的车里。蛇皮朝附近的汽车走去，他走了两步，突然停在了那里。他转身看着我，冷冷地说道：“姓黄的，你给老子听好了，这里不是江海县，这里是江州。你小子等着吧，这事不算完。”我站在那里看着蛇皮骂道：“蛇皮，你小子他妈的算蛋！” 你还想来威胁老子？我告诉你，你小子等着，我回头一定把你的皮给扒下来。蛇皮站在那里，朝我竖了一下中指，然后他钻进车里，带着那些手下就走了。带头的警察听了我的话，他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同志，说话要注意，有什么事一定要找人民警察。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在这里？” 我还没有说话，丁大富已经站在那里说道：“警官，您搞误会了，这是我们村的大恩人，他是来帮我们村修希望小学的。”那个警察看了我一眼，他站在那里说道：“你是鼎盛地产的黄总，你们鼎盛地产帮夏洼村修希望小学的事，我今天早上刚听说。现在像你们这样有社会公益心的地产公司可不多了，很高兴认识您。”那个警察瘦瘦的。 我对那个警察的印象还不错。我看着那个警察问道：“警官，您怎么称呼？”“别这么客气，我姓曾，叫曾国杰，是附近派出所的所长。”曾国杰看着我笑道：“我们派出所会支持你们鼎盛地产的工作的，有什么事给我们所里打电话就行。”曾国杰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警民联系卡，他把那张警民联系卡递给了我，他看着我笑了笑。 黄先生，那您先忙，我现在就带人回去了。我接过曾国杰的名片，看着他笑道：“那行，谢谢曾所长，我有事会给你打电话的。”曾国杰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带着那些条子开车就走了。丁大富站在那里，朝那些村民挥了挥手：“好了，没事了，你们大家也都回去吧。”那些村民看着丁大富，应了一声。 接着，那些村民就转身朝村子里走去。丁大富直接朝我走了过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白沙递给我。我接过了他手里的白沙，我看着丁大富笑道：“大富，你怎么现在也吸上白沙了？”丁大富看着我笑了笑：“黄先生，跟着您吸了几次白沙，这烟口感还不错，所以我也就吸上了。”丁大富给我点上白沙。 他自己也点上了一根，他看着我轻叹了一声：“黄先生，谢谢您刚才来这里帮我解围。”我拍了拍丁大富的肩膀：“小意思，没帮上什么大忙。”丁大富看着我提醒道：“黄先生，您最近可是要小心点，我们下洼村这里暂时没有。烦了，可是蛇皮那个家伙是个小鸡肚肠，他会认为下洼村的事都是你搞出来的。” 他肯定会想办法报复您的，我看着丁大富淡淡的说道：“没事，蛇皮就是个小角色，我不怕他。”我拍了拍丁大富的肩膀：“你带着村民好好的在工地上干，我就先走了。有什么事你再给我打电话。”丁大富看着我说道：“黄先生，您慢走。”我转身就钻进了迷你车里，我开着车就朝鼎盛地产而去。 我一边开车一边心里琢磨，蛇皮竟然摸到了我的底。这小子既然知道了我是从江海那边来的，他竟然还敢跟我翻脸，这小子的胆子不小啊！他妈的，难道是曹天猛在背后支持蛇皮？干他娘的！回头老子要是抓到曹天猛的把柄，那我直接就灭了他。我一边开车一边心里暗叹，他妈的！ 没想到江州这里的事情竟然也这么复杂。本来老子是来江州这里学习地产运营的，以为不会遇到那么多事。可是谁能想到，我到了江州这里之后，竟然又遇到了那么多的烦。真他妈的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那天下午，公司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我下班就直接回望海别墅了。 夏雪他们三个女生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在那里等我。那些菜有蒸鱼和烧鹅，味道都很好吃。我坐在那里吃得满嘴流油。夏雪吃了一口菜，她看着我问道：“土包子，最近工作忙不忙？”我吃了一口烧鹅，看着夏雪应道：“还行，就那样。”肉丸子在旁边看着我，直接说道：“土包子，你小子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你们学区房那边今天出大事情了！我听了肉丸子的话，看着肉丸子问道：“大事情？什么大事情？”叶子琪坐在那里看了我一眼：“包子哥，今天新闻上说了，郊区的下洼村有流氓寻衅滋事，那些流氓和那些村民差点打起来，幸亏警方迅速赶到，才制止了一起恶性事件。而且新闻上还说了。” 那起斗殴事件跟附近的学区房建设有关。我听了叶子琪的话，看着叶子琪笑了笑：“没事，你们别担心，都是小事情，我会搞定的。”夏雪坐在那里看了我一眼，她提醒我道：“土包子，这里是江州，跟江海县不一样，你平时做事小心一点。”我看着夏雪说道：“夏雪，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就在这时。 我放在旁边的电话响了一声，肉丸子顺手拿起了我的手机，他看了一眼，就在那里大叫了起来：“下雪，你快来看，是马兰给土包子发的信息。”土包子这家伙竟然还偷偷的跟马兰有联系。我听了肉丸子的话，当时就有点蛋疼。马兰怎么会现在给我发信息的？这他妈的让我怎么跟夏雪解释？我虽然心里有些惊慌。 但是我仍然坐在那里，镇定地说道：“肉丸子，你这家伙又在那里瞎咋呼什么？我跟马兰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可别乱说话。”肉丸子在那里看着我说道：“土包子，你这家伙到现在还说瞎话！你看看你这手机上的信息，十，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晚上九点，我在郊外的望月亭等你。下雪，你看看。” 你看看，土包子还说他跟马兰没什么。望月亭啊，多么好的幽会场所！明月古亭，好一对浪漫的情侣。肉丸子在那里添油加醋的一说，夏雪的脸马上就拉了下来。他虽然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但是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不自在。叶子琪坐在那里看了一眼夏雪，他看着我说道：“包子哥，事情肯定不是肉丸子说的那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着肉丸子说道：“肉丸子，你看看人家子琪，你再看看你，你这家伙真是太过分了！那条信息确实是马兰发给我的，可是我又不知道马兰要给我发短信，而且我跟马兰也没什么，我总不能不让人家给我发短信。为了证明我跟马兰没有什么关系，我今天晚上哪也不去，就在别墅里待着。” 我这话一说，肉丸子听了我的话，他用手拢了拢自己的头发。土包子，你这家伙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啊。夏雪看了我一眼，土包子，既然马兰约你，那你就别在别墅里待着了。你今天晚上就去望月亭跟他见一下，有些事情迟早都要说清楚的。我听了夏雪的话，坐在那里看着夏雪说道：“要不然我去跟马兰把这事说清楚。” 叶子琪在旁边说道：“包子哥，你就别在那里犹豫了，你现在就开车去望月亭吧。你把这事跟马兰说清楚，也省得回头我们几个因为这事闹别扭。”肉丸子听了叶子琪的话，他直接站起身，看着我说道：“土包子，你一个人去望月亭不合适，我跟你一起去。”夏雪拉了肉丸子一把：“肉丸子，你就别添乱了。土包子，你快去快回。” 就别在那磨蹭了，我看着夏雪说道：“那好，我现在就开车去望月亭。我今天晚上一定把事情给马兰说清楚。”我拿起了桌子上的手机，接着穿上外套就出了别墅。我钻进了迷你车里，开着车就朝郊外的望月亭而去。我一边开车一边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他妈的，马兰怎么会平白无故给我发信息的？ 难道他想跟我在望月亭发生点什么故事？幸亏马兰没有在短信息上说什么露骨的话，要不然我可真是跳进河也洗不清了。肉丸子这家伙也真是的，一天到晚的竟在夏雪面前挑事，回头得找个机会修理修理他。我已经去过望月亭好几次了，我对望月亭的道路很熟，所以一路上我车开得飞快，没一会。 我就把车开到了望月亭的山脚下，我把车停在了那里，然后就朝望月亭那里走去。我走到了半山腰那里，远远的就看到了马兰站在望月亭那里。马兰一个人站在望月亭的旁边，她背对着我，她看着远处的海岸线。马兰穿了个色的小风衣，那个风衣把她的身材完全的给包裹了起来。她站在那里，不知道想什么心事。 他瘦弱的肩膀在那里不停地颤动，他似乎在那里抽泣。我看着马兰的背影，心中暗道：望月亭这里虽然很适合谈情说爱，但是马兰一个女孩子家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实在是太不安全了。一阵小风吹过，马兰的长发被小风吹了起来。我看着马兰的背影和她的长发，心里暗道：马兰真的是对不起你。 我们认识的时间太晚了，要是我们俩早点认识的话，也许我们之间的感情可以再进一步。但是我现在心里已经有了夏雪，我不能再接受你了。我慢慢的朝望月亭那里走去，我站在那里看着马兰说道：“马兰，让你久等了，我来了。”马兰听了我的话，她站在那里并没有回头，她的肩膀抽泣的更厉害了。我看着马兰的背影，心中一软，马兰。 你就别在那里哭了，有些事情不能勉强的。马兰站在那里，没有说一句话，他的样子看起来应该很难过。我走到了马兰的身后，轻轻的拍了一下马兰的肩膀。马兰，别难过了。马兰突然一个转身，接着他手里的一包白色的粉末就朝我脸上撒了过来。他撒完白粉之后，身子急忙朝后退去。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大笑道。 马兰，谁他妈的是你的马兰？老子是蛇皮哥的手下。我看到那包白色粉末朝我脸上撒过来的时候，我身子急忙朝后退去。可是我虽然身子退得很快，但是仍然吸入了一点白色的粉末。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瘦瘦的男人，怒道：“你，你小子他妈的，竟然是蛇皮的人！你刚才给我撒的是什么粉末？撒的是什么粉末？” 附近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个男人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屑。当然是让你手脚酸软的粉末。我转身朝说话的人看去，只见那家伙一头的卷毛。我看着那个卷毛，怒道：“蛇皮，你小子真他妈的卑鄙！你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阴我！”蛇皮站在那里看着我，狞笑道：“老子阴你，老子可真是小瞧你了。听说你这家伙很牛叉。” 在江海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老子专门从附近的县里喊了百十号兄弟来陪你玩玩。谁知道你小子就是这操行！老子告诉你，你刚才吸的那粉是老子自己配的独家秘方，那粉叫狂欢软金粉，平时我配来都是给极品的妹子用的，今天还是第一次用在男人的身上。是，你小子就知足吧！我听了蛇皮的话。 觉得自己浑身真的都酥软了很多，我只觉得浑身乏得厉害，我身体里的骨骼似乎都承受不了自己身体的重量。接着，我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我只觉得跪到了地上非常的舒服。然后，我顺势躺到了地上，我很想从地上站起来，可是我的肌肉一点也不听话，我只觉得浑身跟虚脱了一样，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我躺在那里看着蛇皮，惊道：“狂欢软金粉，他妈的，蛇皮，你小子真他妈的够歹毒的！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蛇皮站在那里看着我，他的脸上很是得意。十都说你小子牛叉，我看你也就是那样。他们都把你吹得太神了。看来江海那边的人也是一群窝囊废。等我回头带着兄弟们直接踩过去。 顺手把江海县给吞了。蛇皮站在那里，越说越高兴。他把手一挥，朝着附近的树林喊道：“弟兄们都别在那里藏着掖着了，都出来吧！这小子就是个窝囊废。”蛇皮这话一喊，望月亭附近的山林里走出了很多彪形大汉。那些大汉的手里都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他们有的人手里还拿了绳索和渔网。 那些人站在那里看着蛇皮喊道：“蛇皮哥，这小子已经成软脚虾了。那咱们在树林里设的那些绳套用不用都拆了。”蛇皮看着那小子骂道：“你他妈的傻呀！你自己都说了，这小子已经成了软脚虾，那还用那些绳套干嘛？”那些大汉应了一声，接着他们就把树林里的那些东西全都拿了出来。他们在树林里设置的东西很多。 有几个家伙还从树林里扛了几个夹野兽的铁夹子，那些人直接走到蛇皮的身后，他们站在那里看着我，纷纷议论道：“他妈的，听说这小子不是很厉害吗？害得老子扛着铁夹子早早的就来了，到最后竟然没有用着。要我说，你就是小题大做，你的铁夹子连老虎腿都能夹断，你扛那么重的东西干嘛？” 我不是听说这小子是什么丛林王，所以专门把这铁夹子给弄来。谁知道没用上。蛇皮在那里看了那些人一眼，树林里的东西全都搞完了，可别剩下点什么。明天伤住了游客，出了事你们可自己扛。那些手下都急忙应道：“树林里全都清理干净了。”蛇皮从旁边的手下那里拿了一根铁棍，他把铁棍在手里敲了敲。 然后就朝我慢慢的走了过来，蛇皮一边走一边笑。十，我听说你喜欢敲断别人的腿，你这个爱好挺特别的。你放心，等会老子也会把你的两条腿给敲断的。蛇皮看着我不停的狞笑，他离我越来越近，眼看蛇皮就要走到我的跟前了，我看着蛇皮急道：“蛇皮哥，你别过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蛇皮听了我的话，他看着我笑道。 秘密，我蛇皮最喜欢听秘密了。不过，我要先把你的腿给打断，然后再站在那里听你慢慢的给我说秘密。哈哈，你躺在那里一边惨叫一边告诉我你的小秘密，这事想想就他妈的很刺激。蛇皮走到了我的面前，他看着我狞笑了一下，然后他朝旁边的地上啐了一口浓痰。他妈的，土包子，不过如此。 蛇皮挥舞着手中的钢棍，就朝我的腿上砸来。可是他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他的钢棍直接砸在了面前的土地上。接着，他只觉得一把钢钳卡在了自己喉咙那里，他简直就要喘不过气来了。我站在那里看着蛇皮，笑道：“他妈的，蛇皮，你小子也太小瞧我了，就你那个什么狂欢软金伞，就想迷晕老子？” 老子早他妈的发现那个马兰是假扮的了。我右手掐着蛇皮的喉咙，左手则抓着他的另一个胳膊。我只是左手稍微一用力，蛇皮手里的钢棍就掉到了地上。蛇皮站在那里，疼得直龇牙咧嘴。黄大哥，您轻点，疼疼，兄弟，我就要被你把胳膊给崴折了。我看着蛇皮，淡淡的说道：“蛇皮，你小子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你这会怎么不狂了？蛇皮看着我说道：“黄先生，我知道错了，您现在放我一马，我以后绝对不再跟您为难。”我冷冷的看了蛇皮一眼：“我放了你，你小子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那么容易上当吗？”黄先生，您只要放开我，我就告诉您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可是关系到您一生的幸福。 蛇皮在那里看着我，一脸严肃地说道：“我看了蛇皮一眼，轻蔑地笑道：‘关系我一生幸福的秘密，你小子倒跟我学得挺快。’他妈的，你现学现卖啊！老子告诉你，你少他妈的跟我来这一套，我不上你小子的当。”蛇皮看了我一眼，他急忙说道：“黄先生是下雪的秘密。”我听了蛇皮的话，心里当时就一惊。 他妈的，蛇皮这小子以前根本就没有见过下雪，他怎么会知道下雪的名字？我看了一眼蛇皮，心中暗道：反正我现在就算放开这小子，这小子也跑不出去。我倒要听听下雪到底有什么秘密。我松开了蛇皮，站在那里冷冷的看着他，问道：“蛇皮，你他妈的快说，到底是什么秘密？”黄先生，这事我也是偶然听说的。 夏雪，他蛇皮看了我一眼，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看着蛇皮，急道：“蛇皮，你他妈的再不说的话，我就把你的屎给打出来！”蛇皮听了我的话，他站在那里有些害怕，他看着我说道：“黄先生，夏雪的秘密就是……”蛇皮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左手一抬，三只袖箭从他左臂那里直接就朝我射了过来。 蛇皮抬手的一瞬间，我已经感受到了那股杀气。可是蛇皮的袖剑上面发出一阵蓝幽幽的光芒，我担心蛇皮的袖剑上有毒，所以不敢去抓那些袖剑。我只得一个炮拳，把那些袖剑震飞了出去。可是就这一会的功夫，蛇皮已经一个懒驴打滚，就朝附近的手下滚去。他一边滚一边大喊：“兄弟们，给我上！给我弄死这个姓黄的！” 那些手下听了蛇皮的吆喝声，他们纷纷都拿着家伙朝我冲了过来。蛇皮的那些手下虽然功夫都一般，但是他们人很多，而且手里又拿着家伙，他们很快就冲到了我的面前。我出拳打倒了几个人，可是那些人在蛇皮的指挥下不停地朝我攻来。蛇皮这次喊来的打手人挺多，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我看着那些人有些头疼。 我总不能把这些人全给杀了。要想不杀他们，只打伤他们的话，那可就有点麻烦。我从那些打手的手里抢过来一根钢棍，直接就朝附近的人群打去。我刚把附近的那些人给打散，蛇皮却在那里喊道：“弟兄们，给我上！谁弄死了姓黄的，可以直接去徐家领两百万的现金。”那些打手听了蛇皮的吆喝，他们一个个眼睛都红了起来。 他们拿桌手里的家伙，就又重新把我给围了起来。虽然那些人伤不到我，可是我却一时半会也冲不出去这些人的包围圈。蛇皮见我被那些打手围在了中间，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大喊道：“姓黄的，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刚才准备给你说什么秘密，你小子他妈的保证想不到！” 徐少听说你的别墅里住了几个妹子，长得不错，所以徐少已经安排人去你的别墅了。你放心，今天晚上那几个妹子就会被洗白白送到徐少的床上去的。哈哈，我听了蛇皮的话，心中当时就已经他妈的坏了。老子没想到，够日的徐凯伦竟然这么阴险，这小子竟然来了个双管齐下。 他先找人用马兰的电话给我发信息，然后把我调到了望月亭。他让蛇皮他们在望月亭这里伏击我，而他自己则又找了一些人去搞夏雪他们三个女生的事情。夏雪他们三个女生虽然身体素质比其他女生要强一点，但是她们还是太弱了，她们根本就保护不了自己。我在心里暗道：“他妈的，老子真是太大意了。” 我怎么会这么疏忽呢？要是夏雪他们出了什么事的话，那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的。哎，都他妈的怪我！老子最近在江州这里做什么事都太顺利了，我低估了徐凯伦这小子，所以才被徐凯伦这小子钻了空子。蛇皮站在那里看着我很是得意。姓黄的，我给你说，你别想那么多了。今天我这些兄弟绝对会让你躺在这的。 你放心，徐少说了，那几个妹子他玩完了，也会让我和兄弟们爽爽的。到时候我们会打断你的双腿，让你躺在地上看的。你放心，我和兄弟们都不收你的门票。我听了蛇皮的话，心里杀气萌动。我站在那里看着蛇皮，冷冷地说道：“蛇皮，你找死！”我说完那话，手中的钢棍直接就朝蛇皮扔了过去。 蛇皮当时见我说狠话的时候，他就本能的朝旁边让了一下，那根钢棍直接插到了他身后一个人的肩膀人，那个人的肩膀当时就被那根铁棍给穿透了，那个人直接就倒在了地上。我担心夏雪他们的安全，下手再没有留情，我站在那里大吼道：“挡我者死！” 我手中一个野猪崩拳就朝我身前的一个打手打去，那个打手手里还拿了一根钢管，我的野猪崩拳直接就把那根钢管给打弯了，那个打手直接就被我给打飞了出去。那个打手的身体飞出去之后，直接就把他身后的几个人给撞倒了，那几个人摔倒在地上，不停的呻吟起来。蛇皮见我那么勇猛，他站在那里大喊道：“大家别害怕。” 谁弄死姓黄的，马上就可以去徐家领五百万现金，那可是五百万现金！快弄死这小子！只要弄死这小子，马上就可以去徐家领五百万，剩下的事情徐家来搞定。我听了蛇皮的话，心中暗道：“他妈的，看来徐凯伦这小子真是打算弄死我。他设下这个圈套来搞我，可不单单是因为我跟他有过节。说到底。” 这小子还是看中了鼎盛地产的那块地皮，那块地皮正好在江州第一高中的附近，那可是几十亿的买卖，所以徐凯伦才想弄死我。那些打手听了我蛇皮的话，他们一个个眼睛都红了。他妈的，那可是五百万！那些打手跟疯了一样，直接朝我扑了过来。我一个巨熊劈拳。 把附近的一个拿刀的小子给打飞了出去，那小子手里的单刀都被我用劈拳给打弯了。我出手太狠了，那些打手站在那里都一愣。我顺势脚下步子一移，就从那些打手中冲了出来。我刚从那些打手中冲出来，就听到一阵摩托的轰鸣声，接着几十个人骑着摩托从山下冲了上来。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摩托，心里暗道：他妈的！ 完了！没想到徐凯伦竟然埋伏了这么多的人，看来徐凯伦这次对夏雪是势在必得。夏雪他们危险了！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摩托，心里暗道：“他妈的！刚才老子出手的时候还是手下留情了。虽然我用野猪崩拳和巨熊劈拳把那些人给打飞了出去，可是我刚才并没有下死手，那些人只是受了重伤。” 他们并不会死，他们回去养几个月，身体就能恢复了。可是现在又出现了这么多的摩托骑手，看来老子只能下狠手了。我站在那里，朝那些摩托车手看去，只见那些摩托车手每个人的摩托车后面都放了两根一米多长的蜡木棍，那些木棍的两头都包着厚厚的钢头。我看着那些蜡木棍，心中暗道：“他妈的，看来这些人是早有准备。” 这些蜡木棍敲到人的腿上，能直接把人的腿给敲折了。而且蜡木棍这东西比钢管和钢棍那些东西都轻多了，在群战的时候更容易发挥出威力。毕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摩托车手，心中那股杀意越来越大。我盯着最前面的那辆摩托车，随时准备出手，冲杀到摩托群中。就在这时， 第一辆摩托车轰鸣着就冲到了我的面前，那辆摩托车还没有停稳，一个标枪一样的男人就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那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我，大喊道：“先生莫慌，连海来了。”我看着那家伙，当时就一愣：“他妈的，孙连海这家伙怎么也掺和进来了？”孙连海话音刚落，他的身子就朝前冲了过去。有几个冲到我附近的小子。 马上就被孙连海给打飞了出去。孙连海站在那里大喝道：“江州八极拳，孙连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敢放肆！”那些手下听了孙连海的大喝声，他们都站在那里小声的议论了起来：“孙连海那家伙不是咱们江州这里最能打的拳师吗？他怎么来了？麻痹的！孙连海听说他一个人就能打几十个，我可是看过他出手。” 孙连海下手那可不是一般的狠。废话，你们只是看过孙连海出手，老子可跟孙连海学过拳。孙连海的八极拳那可老牛叉了，一块那么厚的板子都能被孙连海给打断。我听了那些混子的话，心里暗道：他妈的，真是人的名树的影。老子在江州这里一直本本分分的，没搞过什么大动作，所以这些混子都不怕我。 反倒是孙连海这家伙是江州这里土生土长的武师，那些混子都挺害怕孙连海的。孙连海的那些徒弟也都提着蜡木棍站在了那里。孙连海虽然只带了三十多个徒弟，但是他的那些徒弟都是练家子，他们往那一站，那气势明显就跟那些混子不一样。 那些混子看到孙连海和他的徒弟们站在那里，那些混子的气势马上就有些弱了。蛇皮站在那里看了孙连海一眼，他看着孙连海骂道：“孙连海，你小子可别他妈的多管闲事！老子告诉你，你要是敢拦这事的话，那就是跟江州徐家过不去。你小子自己想清楚后果。”孙连海站在那里看着蛇皮，冷冷地说道：“江州徐家。” 谁他妈的是江州徐家？老子不认识，老子眼里只有先生。我欠先生两次人情，我今天就先还给先生一次。你们这些人要是识趣的话，就他妈的赶紧滚，要不然的话，老子可对你们不客气。蛇皮听了孙连海的话，他站在人群里看着孙连海，冷笑道：“孙连海，你他妈的真以为老子怕你？兄弟们！” 给我上！那可是五百万现金，只要弄死姓的，那就是五百万。发家致富的时候来了，兄弟们冲啊！蛇皮在那里一喊，那些打手的眼睛马上就红了。他马的五百万啊！只要做了那个姓的，就有五百万。五百万可是够干很多事情的了。那些打手互相对看了一眼，接着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他们带头就朝我们这边冲了过来。孙连海看着那些打手，冷哼道：“他妈的，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要不是先生留守，你们这些人早就挂了。”孙连海直接用脚把地上的一根钢管朝对面的人群踢去，那根钢管当时就砸倒了两个人。孙连海把手一挥：“徒弟们，给我上！”那些徒弟们大喊了一声：“他们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 提着手里的蜡木棍，就朝那些混子打了过去。孙连海的那些徒弟平时功夫都不弱，而且他们手里的蜡木棍就是专门对付人多的时候用的。孙连海的那些徒弟都很聪明，他们出手不是用棍子打对方的膝盖，就是打对方的脚踝。那些棍子的最前面都包了厚厚的钢头，他们的棍子只要打到对方，对方马上就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捂着脚踝或者膝盖躺在地上，孙连海的徒弟都配合得很好。他们只要打倒对方之后，就不再攻击对方。那些混子的膝盖和脚踝都受了伤，他们也没法站起来继续打斗了。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场面，心中暗道：我刚才一直怕出手太重，伤了这些人的性命。孙连海则早有准备，他的徒弟们平时都训练有素。 对付这些混子们绰绰有余。孙连海又出手打倒了两个混子，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大喊道：“先生，您快回去吧，这里就交给我吧，我们在这里没问题的。”我看着孙连海，一抱拳：“连海，谢谢了。”孙连海看着我笑道：“先生，您客气什么？您骑摩托去吧，您的车没气了。”我听了孙连海的话，心中暗道。 麻痹的，蛇皮这小子的脑子也挺够数。他在我把车停到山脚下之后，就派人把我的车胎给弄坏了，省得我回去就下雪。他们，够日的，徐凯伦这小子的脑袋还挺够数。我当时身上就出了一身的冷汗。麻痹的，老子得赶紧回去。下雪，他们该不会已经被徐凯伦给绑走了吧？我没有再跟孙连海说废话。 我飞身跳上了附近的一辆越野摩托，接着我一轰越野摩托的油门，越野摩托直接就朝山下快速的开去。我把摩托骑得飞快，那摩托的速度被我提到了最快。我只觉得耳朵两边呼呼生风，我要是稍微一不注意的话，就容易翻车。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减速，因为我在争取时间。他马的，够日的徐凯伦！ 竟然敢打夏雪的主意，老子说什么得骑快一点，我可不能让他把夏雪给抓走了。要是夏雪出什么事的话，那老子这一辈子心里也会不安的。我的摩托飞驰电掣一般的朝望海别墅驰去，路上有无数的汽车，我不停的超越着那些汽车。我看着远方的道路，心里暗喜：他妈的，马上就要到望海别墅了，只要过了这个路口。 再朝前面骑个几公里，就到望海别墅了。就在这时，右边的路口那里突然冲出来了一辆大货车。那辆大货车的速度很快，轰鸣着就朝我这边撞了过来。麻痹！大半夜这货车竟然闯红灯。说时迟，那时快，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身子直接就从摩托车上跳了起来，摩托直接朝前冲去。 那辆大货车直接把那辆摩托撞飞了出去。那辆大货车朝前又冲了几十米，才停到了路边。我从摩托车上跳起来的时候，心里一惊，按进初级的内力自然就有了反应。我的身子在空中翻了两个筋斗，然后站在了地上。那个货车司机推开车门下了车，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喊道：“大兄弟，你没事吧？”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货车司机，应了一声：“没事。”接着我抬脚就朝望海别墅快速的跑去。我一边跑一边心里暗道：“夏雪、子琪、肉丸子，你们可一定要顶住啊！我来救你们了！”我心里很急，脚下自然而然就用上了一和泉里的功夫。我快速的朝望海别墅那里跑去。我一边跑一边不停的调整呼吸。 也许望海别墅那里有很多打手，我得把自己的呼吸和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才行。我跑得很快，没一会我就跑到了望海别墅的大门口。只见院子那里的大门紧紧地锁着，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下，心中暗喜：他妈的还好，这个大门是从里面锁着的。夏雪他们应该还没有被人给掳走，只要我动作快点，就能把夏雪他们给救出来。 我站在那里喘了两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一个小跑，接着身子朝上一纵，直接就扒住了院子大门。我身子一翻，轻轻的就落到了院门的里面。我的动作很轻，院子里的人都没有听到。我站在那里朝门卫室看了一眼，只见门卫室里站着五个穿着黑色运动服的人，那些人的手里都拿着家伙。 在他们身边的椅子上绑着两个看门的保安，那两个保安早就被他们给打晕了。那五个穿黑色运动服的人这时候才发现我，他们直接就拿着家伙从门卫室冲了出来。他们一边冲一边喊：“卧槽，这小子是从哪冒出来的？哥几个上，弄他！这小子肯定是从墙头那边跳下来的，兴许他跟别墅里面的人是一伙的，赶紧干他！” 你们几个都他妈的别说废话了，抄家伙整啊！那五个打手刚从门卫室冲出来，我的右脚一发力，身子就窜了出去。我一个野猪崩拳打在了最前面的那个打手身上，那头五百斤的野猪早就在我身体里憋得不行了，他两眼通红的直接就朝那个打手冲去。那头野猪一仰头，就把那个打手给打飞了出去。 那个打手的身子直接就撞到了后面的四个人，他们五个马上就变成了滚地葫芦，全都滚到了门卫室里。那五个打手躺在那里，哎呦哎呦的叫个不停。我刚才只是用了一成的内力，饶是如此，那些打手也承受不住我按进出级的内力，他们的肋骨最少都被我给打断了好几根。我打飞这五个人之后，没有任何的耽搁。 我快步的就朝望海一号别墅冲去，我跑得飞快。我快跑到望海一号别墅门口的时候，才发现望海一号别墅门口的地上躺了很多人。那些人有的穿着黑色的运动服，有的则穿着白色的衣服。穿白色衣服的那些人看起来像是饭店的服务员。这时，躺在地上的一个服务员动了一下，那小子满脸都是血，他的头上看起来挨了好几下。 我看了那个服务员一眼，觉得那个服务员有点眼熟。那个服务员躺在那里，不停的呻吟着。他听到脚步声，朝我看来。他看到是我，他的眼睛马上就亮了。他看着我，激动的说道：“黄先生，您终于回来了！您快去别墅，螳螂哥在别墅里面，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我看着那个服务员，心中一动，怪不得这小子看起来那么的眼熟。 这个服务员是秃子烧烤里的店员。老子去秃子烧烤了好几次，这小子还挺机灵的。我朝附近看去，只见附近的地上也躺了不少穿黑色运动服的人，那些人也都是一个个躺在那里，不停的呻吟着。那些人身上的伤也不轻。那个服务员看着我，轻叹了一声：“秃子哥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 他怕召集其他人，时间上会来不及，所以他带着我们店里的人就来了。对方的人数太多了，我们只有十来个人，所以没有办法。黄先生，您别耽搁了，快去别墅里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我看着那个服务员说道：“兄弟，撑住，我一会就来救你们。”我没事，死不了。那个服务员看着我说道：“螳螂哥一个人在别墅里，他恐怕……” 我看了那个服务员一眼，急忙说道：“兄弟，挺住！”我再没说话，直接就朝别墅那里冲去。别墅一楼那里有很多打手，那些打手看到我，他们都大喊一声，然后提着手里的家伙就朝我冲了过来。这时，我听到二楼那里传来一阵阵的叫喊声，我心中当时就急了：“他妈的，夏雪他们还在二楼！”我看着冲到我面前的那些打手。 直接来了个巨熊劈拳，我的巨熊劈拳是含恨而发。那头巨熊硕大的熊掌直接从我的右手里冲了出来，当时就把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给劈飞了出去。那个人的身子一倒，把他身后的那些打手也带倒了一片。我站在那里大喝道：“挡我者死！”我右脚一用力，身子朝前一趟，接着就使出了我最擅长的野猪崩拳。 那头五百斤重的野猪就跟吃了药一样，它红着双眼就哼唧着朝那些打手冲去。那头野猪很是愤怒，它的獠牙都闪闪发光。那头野猪朝前一冲，好几个打手就被野猪给顶飞了出去。那些打手见我这么勇猛，他们当时就有点胆怯，他们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脚都自动的朝后挪了几步。这些人只是打手而已。 他们也就是出来混口饭吃，他们干惯了欺软怕硬的事，他们现在见我这么能打，谁也不愿意冲在前面挨揍。我看都没看那些打手一眼，我直接脚下一发力，身子朝旁边一跃，我伸手抓住别墅外面的空调架子，然后身子一荡，直接就爬到了二楼那里的阳台上。 我爬到阳台上之后，就见小客厅里站满了穿着黑色运动服的人。在小客厅的角落里，螳螂手里拿了两把家伙站在那里，他的身后站着夏雪他们三个女生。螳螂站在那里，他的身上到处都是血。这小子的双刀是用绳子捆在自己的手上的，他身上有好几个口子，那些口子不停地往下流血。螳螂的对面站了一个矮胖的家伙。 那家伙虽然看着矮胖，但是他手里也拿了两把弯刀。他站在那里看着螳螂，说道：“螳螂，你这小子是何苦呢？这是姓黄的事，跟你又没有什么关系。我敬你是条汉子，你他妈的快闪到一边！我只要把这三个女的给带走就行。”螳螂站在那里，他看了那胖子一眼，他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山猫，你他妈的说这些废话有个卵用！” 这三个女人是黄先生的女人，你们要想把她们带走，那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我是黄先生的兄弟，我死也不会让你们把黄先生的女人给带走的。看到老子手上的双刀了吗？刀在人在，刀断人亡。你们放心，老子就算死，也不会让你们这些杂碎得逞的。我螳螂不过是个道上的小混子，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认识了黄先生。 黄先生他人不错，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把我当兄弟看，所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带走黄先生的女人。老子今天叫玩命，不怕死的就过来吧。螳螂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身子还趔趄了一下，能看出来他身上的血流了不少。螳螂这小子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夏雪他们三个女生也都手里拿着菜刀和擀面杖。夏雪站在那里看着螳螂说道。 螳螂，你别硬撑了，你坐那休息一会，我们来对付这些杂碎。螳螂站在那里看着夏雪，笑道：“学姐，你们放心，我是个爷们，爷们没有死，还轮不到你们女人出手。你们是黄先生的女人，我答应过黄先生，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山猫站在那里看着螳螂，冷笑道：“螳螂，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了。”山猫这话刚说完。 他只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响，接着一扇玻璃门直接就朝他飞了过来。山猫朝旁边一躲，那扇玻璃门直接砸到了附近打手的身上。那些打手直接就被玻璃门给砸倒了一片，地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山猫站在那里大喝道：“谁是他妈的谁？”我直接冲到了山猫面前，我看着山猫冷冷的说道：“是你爷爷我，我老子是要你命的人。” 我冲到山猫跟前的时候，我心中的杀气汹涌而出。他马的徐凯伦，你小子竟然敢找人阴老子！既然你有胆子做这事，那老子就给你来个杀鸡儆猴。老子今天晚上就做了这个山猫，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我心中杀意很大，那一会我看着山猫，就像野狼看到了兔子一般。我右手一动，野猪崩拳直接就朝山猫打去。 那头五百斤重的野猪今天晚上已经冲了好多次了。这家伙今天晚上特别的兴奋，他红着双眼，身上的野猪鬃毛都竖了起来。他哼唧着就朝山猫冲去，他的双眼闪着兴奋的目光，他嘴里的獠牙也看起来更亮了。我的野猪崩拳眼看就要打到山猫的身上了，这时夏雪站在那里看着我喊道：“土包子，你不要杀人！” 下雪的话让我心中一惊，我的头脑当时就清醒了很多。如果我用野猪崩拳杀了山猫的话，那我现在确实是痛快了。可是由于我杀了人，那些条子会在事后对我进行抓捕的，到时候我只能远走天涯。如此一来，老子反而不能去找徐凯伦的，烦，便宜了徐凯伦那小子。说时迟，那时快。 我的野猪崩拳眼看就要打到山猫的胸口上了，我的手往上挑了一下，那头五百斤重的野猪似乎有些很不情愿，他的头朝上抬了一下，他的獠牙直接在山猫的心口那里轻轻的顶了一下，接着那头野猪转头就退了回来，山猫被我的野猪崩拳直接就给打飞了出去，他的双刀也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那家伙咳嗽了一声，然后自己扶着墙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看了我一眼，接着他吐出了一口鲜血。山猫这小子不傻，他知道今天已经不可能把夏雪他们给绑走了。他虽然今天带的人不少，但是那些人加到一块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能一拳就把他给打飞出去，那我就同样一拳能把他的那些手下全都给打飞出去。 这时，从楼下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那些在一楼的打手全都冲了上来。那些打手站在楼梯口那里，他们看着山猫喊道：“山猫哥，您别怕，我们来了。”“山猫哥，您就下命令吧，我们现在就去弄死这小子。”“山猫哥，咱们人多，耗也把这小子给耗死了。”山猫站在那里看了那些手下一眼。 他强忍着，把一口准备吐出来的鲜血给压了下去。他看着那些手下，骂道：“胡闹！你们这些混账东西都在说什么呢？还不快给我滚！”那些手下听了山猫的话，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他们转身就朝楼下快步的走去。他们也就是出来混口饭吃。刚才站在那里，虽然叫喊的都很凶，可是那都是面子活而已。 他们巴不的山猫早点让他们离开这里。山猫站在那里看着我，他咳嗽了一下，接着从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山猫用手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抱拳，感谢先生刚才手下留情。山猫多有得罪，就先告辞了。我站在那里冷冷的看了山猫一眼，滚。山猫再没说话，他快速的朝楼梯那里走去。 他走到楼梯口那里的时候，终于还是忍不住，又吐出了一口浓浓的鲜血。夏雪刚才喊我的时候，我虽然手下留情，没有直接把山猫打死在这里，可是我的野猪崩拳已经伤到了山猫的心脉。山猫虽然看起来没事，但是他回去也活不了多久。这小子顶多也就在活七天。山猫走下楼梯之后，那些手下急忙上来扶住山猫。 他们那些人走得很快，没一会，整个小区里就再也看不到山猫的手下了。螳螂站在那里看着我，他的表情明显非常激动。他看着我笑道：“磊哥，你终于回来了，兄弟，我没有替你丢人。三个嫂子都在这里，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受伤的。”螳螂说完那话，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这小子直接一下就跪到了地上。 他用手里的两把刀支撑着身体，他看着我笑道：“磊哥，我是不是很牛叉？我只带了十来个兄弟，就顶住了山猫他们五十多个人的进攻，三个嫂子都没有事。”螳螂坐在那里说着话，他的身体不停的朝下淌着血。我上前抱住螳螂的身体：“螳螂，你是我的好兄弟，你没有让我失望。”螳螂看了我一眼：“磊哥，兄弟，我觉得好渴。” 我好想睡过去。螳螂说完那话，他当时就双眼一闭，然后晕了过去。我看着螳螂的样子，心里当时就急了。我看着螳螂大喊道：“螳螂，你小子不能死啊！你他妈的别死！”叶子琪站在一旁，他看着我提醒道：“包子哥，螳螂刚才只是受了一些轻伤，他似乎没有太重的伤。你撕开他的衣服看一下，看看他的内脏有没有受伤。” 我听了叶子琪的话，急忙把螳螂平放到了地板上。我直接撕开了螳螂身上的衣服，只见这小子的肚子上有几个伤口，不过那些伤口都不深，只是往外面淌血而已。我看了那些伤口一眼，轻叹了一口气：“没事，他妈的，螳螂这小子只是暂时晕了过去，他不会死的。”肉丸子这时也从楼下提着急救箱跑了上来。 他直接把急救箱递给了我，土包子，你不是以前跟郎中学过吗？你先给螳螂包扎一下伤口。我打开急救箱，然后从里面取出绷带，我在那里直接就给螳螂包扎了起来。没一会，螳螂的那些伤口就被我给包扎好了。这时，远处也传来了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我们七手八脚的把螳螂给抬到了楼下。这时。 警车上跳下来了几个警察，那些警察看着我们问道：“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伤者？”夏雪看了我一眼，他对我说道：“土包子，你赶快先送螳螂他们去医院，省得等会耽误了抢救时间。”我站在那里看着夏雪问道：“夏雪，那你们怎么办？我走了，我不放心你们的安全。”夏雪看着我笑了一下：“土包子。” 你就别操心了。那些人闹了一晚上，警察都来了。难道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还敢来这里找事不成？那些警察站在那里看着我们，问道：“问你们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个别墅的人过来做个笔录。”叶子琪站在那里看了夏雪一眼，他对夏雪说道：“夏雪，你先跟包子哥商量一下，我过去做笔录。” 肉丸子站在那里，用手拢了拢头发。他看着叶子琪说道：“子琪，我陪你一起去做笔录。”肉丸子看了我一眼：“土包子，你就别在这里磨蹭了，你赶紧去医院吧。螳螂他们在医院那边也得有人照顾，我们三个不会有事的。”我听了肉丸子的话，心中暗道：“夏雪说的有道理。徐凯伦找的人今天晚上已经闹了两波了。” 望月亭那里的动静搞得也不小，尤其是孙连海带着他的那些徒弟和蛇皮的手下恶干了一场，肯定会有很多伤者被送到医院去的。我们住的这个望海别墅可是江州这里的高档小区，可是徐凯伦那家伙竟然吃了雄心豹子胆，他竟然派山猫那些人公然来望海别墅绑人，这事情已经触动了住在这个小区里的其他住户的利益。 那些人很多都是江州这里有头有脸的人，他们肯定会对这件事情不愿意的。条子那边迫于压力，也会派人来望海别墅巡逻的。今天晚上，望海别墅这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事。我想到这里，就钻进了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好几辆，螳螂的那些手下也都躺到了救护车里。救护车呼啸着就朝医院而去。螳螂他们到了医院之后。 急诊的大夫就马上对他们采取了急救措施。那个大夫在检查了所有人的伤情之后，他对我说：“螳螂他们都很幸运，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我在医院又待了一会，螳螂他们就都醒了过来。这时候，螳螂在江州这里的其他手下也都赶了过来。螳螂担心夏雪他们有事，他非让我回望海别墅去。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发现螳螂的手下不停的朝医院这里赶来。没一会，医院的走廊就站满了人。螳螂的手下太多了，我在不在那里都行。于是，我跟螳螂打了个招呼，然后打了辆车就朝望海别墅而去。今天晚上这两件事让我心里很不爽。他妈的，老子一不留神就被徐凯伦给阴到了，而且夏雪他们三个还差点被人给绑走。 他妈的，说到底就是老子太大意了，老子在江州这里的势力太弱了。我从口袋里直接摸出了电话，我查到了黑熊的电话，就直接给黑熊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两声，黑熊在电话那头就接了起来。他睡得迷迷糊糊的，谁呀、啊？我对着电话说道：“黑熊，是我，磊哥，您这么晚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黑熊听了我的声音。 他马上就清醒了很多。我在江州这边遇到了凡，你现在马上带林湖雅苑的兄弟们赶过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忙。我的声音中带着一股肃杀的寒意。黑熊听了之后，他在电话那头马上就兴奋了起来：“磊哥，我就等这一天呢！”那行，我现在马上就召集弟兄们。我对着电话说道：“你们动作快点，等会人齐了就可以直接包车过来了。” 你们直接来望海别墅找我，磊哥，我明白了。黑熊在电话那头急忙应道：“我现在马上就带人过去。”我挂了电话后，心中暗道：“只要黑熊他们一过来，那夏雪他们的安全我就不用再操心了。到时候老子直接就去找徐凯伦的。”烦！出租车开得很快，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下，我又拨通了陈秃兔子的电话。电话响了四声。 陈秃子才接起了电话。陈秃子接电话的时候，旁边还有两个女人的呢喃声。陈秃子骂了一句，然后才对着电话问道：“磊哥，您这么晚打电话找我干嘛？”陈秃子：“螳螂出事了。”我对着电话说道：“我在江州这里遇到了烦螳螂和他的那些兄弟都住到了医院里，我担心螳螂自己在这边会出事。你从江海那边带点人过来。” 我要在江州这里搞点事情。陈秃子本来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听了我的话，马上就兴奋了起来。磊哥，您要在江州那边搞事情，那行，我现在马上就给弟兄们打电话，明天早上我们就赶到江州。我对着电话说道：“你别光顾着来江州，江海那边的事情你也要自己处理好。”磊哥，江海这边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陈秃子在电话那头说道：“江海这边交给二弟和三弟就行，这次我带人亲自去江州。”“那好，你们路上小心点。”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坐在那里想着今天晚上的事情，心中的杀意就一阵阵的涌动。“他妈的，徐凯伦，你敢来阴老子，老子就直接灭了你们江州徐家！”